今日教大家一款清热解毒嘅汤——白菜薏米绿豆汤。材料有白菜、生薏米、绿豆、瘦肉同埋无花果。首先，全部材料洗干净，瘦肉飞水备用。今次会用到2500毫升的水，将清热除烦的白菜、健脾去湿的生薏米、清热解毒的绿豆、健脾胃的瘦肉和润肺利咽的无花果放晒落水，冇火煮滚之后转用文火煮45分钟，最后落盐调味就可以了。这款清热解毒消滞开胃的汤有汗疹、风疹、湿疹等皮肤问题都啱饮噶。嫌麻烦都唔紧要，check 先全新5款饮汤 super pack， 加热3至5分钟就可以即时饮用噶啦。